穿着性感的味全龙啦啦队超人气女神林湘和其他成员一同热舞，连唱歌也难不倒他们。三人歌声传递阳光正能量，林湘和同队成员短发的李芷琳以及长发的乐天桃园啦啦队张雅涵在高雄樱花季第二天开唱，现场大咖艺人陆续出场，吴卓源也来了。快歌慢歌为樱花季活动更添浪漫气息，不止台湾艺人登台，来访的日本艺人也实力坚强。去年十二月才拿下日本唱片大赏最优秀新人奖的 Fruit Zipper， 七位成员表演充满活力，压轴登场的是出道超过25年的韩国艺人宝儿。次来台的宝儿，这回是第一次来到高雄，卖力表演的他展现天后实力。上次来台开演唱会是2018年，他暗示下次将会以演唱会形式和歌迷见面。民视新闻综合报道。